我觉得有些加个滤镜就能，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懒，加个滤镜，拍照角度好，也不那么胖，我就不修了。大部分我还是，修的。我是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，多了去了，想销毁的照片。就比如说我初中一千五百米运动的时候照片啊，哭。刚出道的时候难免就小女孩嘛，就是现在看的已经不痛不痒了，就是有别人对我的一些好的建议啊，那种我会看，就毕竟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些不足。